做胃镜的准备一般是在这个做胃镜的前几天吧，一般不要求特别这个饮食，就不需要特别的改变，就是普通饮食。但是做胃镜头一天，要注意吃的不要过饱，在这个9点钟以后就不要做，不要再进食了。整个来讲就是，如果是其他情况就比较紧急啊，或者胃里边有内容物的话，也可能还要需要这个。给这个内容物给它排出来，就抽出来，一般要进食5个小时，意思就是在胃里边没有这个内容物，就没有食物，这样可以这个观察的就比较清楚，这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准备。再一个就是病人那个心理方面，也不要畏惧胃镜，这是一个很常见、很普通、很广用的很广的一种这个检查手段了。